张翰在今年上映的两部都市爱情剧《温暖的弦》和《如若巴黎不快乐》都收获了不俗的收视，而接下来张翰又有一部谍战大剧《猎隼》即将要与大家见面了。这次搭档主演的是张丽和张萌，三位男女主都姓张，也是颇为有缘了。从曝光的海报中，堂主的民国造型可以说是帅爆了。《猎隼》将于今年年底或明年初迎来首播，你们期待吗？